畅畅又买了好多手账胶带，然后我就要发挥我的作用了，帮忙拉图鉴。现在哪个呢？小麻薯玫瑰公主吧。畅畅还有很多贴纸，想看哪个系列的手账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可以先细细的欣赏一下小麻薯新出的玫瑰公主。这个系列的贴纸真的很美耶。一个循环，开启沉浸式拉图键。一个循环粘好啦，请欣赏一下小麻薯的玫瑰公主。你们都喜欢这个系列吗？想看我们用玫瑰公主做手账的小朋友请扣一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哟。